冻米笋。特别特别特别嫩，超好吃。从拿着包笋到出锅3分钟，可快了，真方便。好下饭呢，特别嫩，姐妹们，这个没有烟熏味啊，烟熏味那种咱家是不会卖的。原味的，免洗免去，但是你们可以投一下水。刘德华代言的错不了，19.9拍一发5，到手5包，每包260克，超划算。不知道吃什么菜的时候啊，炒上一包，来人的时候菜不够来上一包，特别方便，4块钱一包，外面菜才能卖到7-8块，好吃又营养。饭店里一份这样的炒糯米笋30多40，外卖上也是。福建的糯米笋，稍稍在外面打包有点吵。昨晚上在宾馆直播点的那个香菜家的笋子炒肉，那一小盒就是46块钱，还没这好吃。不放肉炒也好吃的啊，姐妹们，它本来是个好吃的东西。没菜吃了。